有这个十位朋友们问说，哎，如果在看到问题的当下就想到条理清晰的一个答案，其实我只是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所以我是一面想一面讲，我并没有特别觉得说我要先下完一整段然后再输出，这个缓冲区啊，可能只有从一个逗号到一个逗号的一个距离，所以我因为养成一个边讲边想的习惯，所以我其实在脑里并不会 censor 自己，就是说我不会觉得说我要讲出一句话之前我要先在脑里先想这句话，然后画几个删除线之后再把画完删除线或者稍微转译过的东西改出来，就像大家的 slide 的问题写什么我就念什么一样啊，我不会去特别去 censor 大家所讲的这个话，在脑里只要不要对自己有这个 censor，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条理是很清晰的，因为一个人在想事情的时候本来就是先想大前提啊，想小前提啊，补充啊什么之类之类，这些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有在自己想要 censor 自己讲出来的话的时候，才会在外面看起来觉得哎，好像你必须要经过一段沉淀，经过一段思考的这个时间，所以确实是可以练习想到什么就讲什么的这件事情，那这个对于一个饶舌歌手也是非常重要的，就他在 battle 的时候如果还要停下来想的话，那这个 battle 这个就直接输掉了啊。